美妆特派员现在来到哪里呢？这里就是Laneige专属的 K-Beauty 美容室。像是我们台湾女生都非常羡慕韩国女生就是光泽的皮肤，我想请问一下老师，除了保养之外，有没有什么产品是比较推荐给我们台湾女生的？한국에서요그요즘트렌드가메이크업안한것처럼약간광이나는그런윤기나는메이크업이굉장히유행을하는데요그런메이크업할때가장도움이많이되는제품이요한국에굉장히유명한비비스틴쿠션이라는제품이있어요이제품인데요이제품같은경우에그냥간단하게찍어만발라도요바르는순간광채가이렇게나기때문에되게윤기나보이고촉촉해보이는그런요즘에트렌드피부를만들수가있는그런제품이에요那我想请问一下 Kate 老师，在韩式妆容之前有没有什么保养的程序可以提供给我们台湾女生作为参考呢？네지금한국에서굉장히좀많이이슈가되는게또촉촉한피부표현어떻게하면한국여자들처럼반짝반짝하고촉촉하고예쁜피부를얻을수있나물어보셨는데요저는그대답을바로워터슬리핑마스크라고말씀드리고싶어요특히이번에패키지가바뀌었는데너무예쁘죠이제품같은경우는요정말너무너무귀찮지않게편하게쓸수있는제품인데요자기전에바르고아침에일어나서닦아내면되는제품이에요그래서제가아내를같이보여드릴게요너무촉촉하고보들보들한느낌이있죠그래서이제품정말글로벌베스트셀러입니다이제품해보시면은요한국여성들처럼촉촉한피부표현하실수있으실거예요韩式妆容还有韩式保养小 paper 学起来了吗偷偷笔记起来哦